我爱运冰袖，因为是天文问题哦。详细讲讲版权，版权什么问题，这嘛爱大人去解决，我无法度解决。这个无录，所以这囡仔阿家了吼。哇，会烧高粱转木板。我感觉你讲个足爽，希望这囡仔会甲我友好，结果大家拢咧欠钱，可怜哦，莫来甲我招到张家仔。啊，前几工啊吼，小爱风波吼，歹势啦，哎，咱这业界的前辈啊，对你无满意啊，你讲讲也是你唔对，你袂使去找人来辩友。虽然讲恁拢有识识，但我有讲过，每一个人个性无同，人无一定愿意甲你分享啊。啊，艰苦咱就艰苦咱的，有咱就食较济，无咱就食较少。业界吼的发展，即马都咧困难啦，啊，歌厅拢无，啊，无得唱，啊，即马搁疫情。我爱冰冰秀，因为一点仔问题，详细讲讲版权啦，版权什么问题，即马爱大人去解决，阮无法度解决。这节目搁无录，啊，所以这囡仔阿家了吼。哇，会烧高粱转木板。我感觉你讲个足爽，够欢喜啊！为什么要做？